方舟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现在来到修行会修道院，这是法国1892年建的，现在的建筑物只剩下四面墙，房顶都没有，这个墙还是完好的。第几个墙都很结实，门窗都没有了。这是一个碑啊，这一侧的墙已经倒了，看看里面。这边只剩下地基了，苦修会修道院，维尼皮克省历史公园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